陈正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不管陈正，你还有一段时间吧，是吧？你没必要，我给你。你们辛苦了，赶紧把稿搞过来。以上视频是根据中国网友的披露汇总而成。据悉，在中国当地时间10月8日14:59，中国当地媒体搜狐新闻报道，在中国当地时间10月7日晚，有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，福建浦城县发生用工具损害人事件，至少造成6人身体受损，包括他们一名女警察。在当地时间8日，浦城县当地警方发布通告称，涉案人士张某平当晚酒后与他人打牌后发生肢体接触，便顺手拿起水果剥皮工具对牌友和劝阻人员一顿水果攻击狂挥。事后当地警方通报发文提到，涉案人士张某平造成2人往生，这里包括一名当地的辅警，其他4人身体受到一定损害。最后涉案人士张某平一度逃脱控制，不过地警方出动无数防暴警察将其围堵至一小区17楼顶层天台。涉案人士张某平眼看求生无望，一跃而下，最终被宣告往生。